Hello， 大家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你的好朋友艾登。今天带来很多其他好朋友出现了，我们今天一个一个介绍。Before we get into today's topic， OK， 第一个地产小王子威廉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是我们的网红小姐姐 Tina，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地产大姐大 Shirley， 然后地产四大才子之一，把之一给我去掉了，然后Oliver。大家好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地产的龙头大哥，我们的一个这个 super manager Wayne。 好，那轻松的部分结束了，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个让大家又爱又恨，好，开玩笑，是满满的恨的一个话题，是什么呢？诈骗集团。对，诈骗集团，大家泪水出来了，因为不要那聊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们从大家成长的过程，小时候都碰过一些这种类似诈骗集团的事情嘛。那就靠我最近的最倒霉，你就开始。啊，没有，刚刚我们有谈到，我可能小时候比较单纯，我可能被骗的时候是自己录下去。小时候在网络上卖东西嘛，总会被骗过嘛。骗过好几只手机啊，好几只手机。对对对，像家财万贯，我们都一般一只手机都可以用15年左右。你好几只手机，所以现在很穷了。生意做得好，生意做得好。哦，所以这个是被网络上的一种骗法，这都比较算是后期版的，早期的那种都听过什么金光金光党啊，仙人跳啊，对，这样很多这种。跟台湾有这种，但是在大陆我们就没有这样子。真的，你们没有仙人跳吗？我不知道仙人跳是什么样子。就是说，有一个男人假装很喜欢你，然后结果在跟你怎么样的时候，就他老公就出进来抓，不对，应该是他没有碰到抓叉这样子，对，抓叉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讲都是要有这个，至少这个水准以上，对，王老吉变什么玉老吉啊，王孝吉，我们不要讲 ，OK。好，那 Oliver 好像有话想要说。我认识一个人哈，那之前的时候大概是在15年前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是在商场上嘛，因为在中国上海那个商场上，他们就很多人就卖，要不要卖手机 Shirley？ 然后那个人就我认识那个人就感觉不错啊，多少钱？他说哦，这我300块、500块，很便宜。实价很贵，对不对？实价三星那个时候手机大概可能4000块。哇，4000块哦，那所以他500块就买下来了，反正占了一个便宜，然后钱给他。回去之后发现，这个手机没有电了，然后他说可能这个 charger 也没有，他要买一个 charger， 然后店里边去了，他说这个店员小姐姐，这个怎么没有电？店员拿开之后，他说先生，你买的是个玩具手机。那个当时应该蛮久，但是蛮久，15年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还认识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。所以当初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又活跃还是学生嘛，所以感觉啊，这个就很便宜，因为想买一个好的手机，对，然后去炫炫，好天真哦，对，好天真啊，现在不会了。这个所谓的诈骗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大家还是利用就是人的一个欲望，一个贪欲啊，贪欲色啊，这个都是很容易会入坑的一个东西。你不能这样讲，说他真的很天真啊，对不对？就像刚刚人家说的，跟我一样，好天真，好纯洁。一个被骗手机，骗的手机，这都是骗手机了。一个是骗给别人，一个是骗过来的。你们是互骗的，是他们认识，对他们认识，你有点眼熟的感觉。都是会通过好友。他们很多年前其实一个是骗，一个是被骗。啊，也是互相这个。那听讲你不是被骗，还跟一个好像的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钱财以外还有什么？骗色色吗？可以聊吗？可以聊聊，可以现在跳吗？那骗深了。从小到大长得都很好看呀，所以说对，就好像也没有被骗，就我骗人家比较多。这搞半天，这全部这边是诈骗集团的，什么情况？那聊一下那个什么，你说你的经历是什么？你是要发那个短信给别人说你要买房子吗？那个时候你是那种吗？这个我们下期会聊。下期会聊，对啊，是。但是我其实没有太多，开玩笑的没有太多啊，我可能比大家年轻点吧，我没有听说过太多。你好好说。没有经过太多受骗的，最多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上大学，大家都其实都有手机了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就有一些这个短信啊，就开始问你，要不要去买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去买这个东西，其实都是假的，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。
对，通过手机诈骗的，就是我们这有一个促销活动啊，是跟手机有关系。对，我们这有促销活动啊，我们有打折产品啊。手机，感觉大家对手机的怨念很深啊。对，好像几乎都是这个是最 popular 的 commodity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较不理智，你看我现在手上还绑着，甩不下来，现在粘手上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是我们的经典版，经典版的。那为什么他还没说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叔没有被骗？进阶版没有没有。哎呦，他被骗过。Facebook 上面有被骗。有，大家忙着卖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广告的话，小小的一个 fans 是，对，所以钱买过去。也。而且 Facebook 大叔拿到的时候 ，it's a small tiny little fan， 不是真的。你还拿到还不错。我之前疫情的时候想要健身，看到有一个人很帅。打那个拳击，他说不想躲的，我哎、欸，这个 OK， 这个可以有，你知道吗？就花了60大洋，60也不贵，因为这个买大概200多块。然后那是已经是一年半前的，等到今天都还没有出现到，搞什么东西？我也有。而 Facebook 它有大数据的，就是只要你看到其中每一个东西，然后它就会不停的推送你，这样子，然后就 until 你受骗为止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广告真的是拍的不错。是的，我们这个还是。那你快学习一下 Facebook， 要像是手法。有，我们 That's why we're here， right？ 好，来，我们今天来聊我们的下一个进阶话题，现在。现代版的这个诈骗当然就更五花八门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聊一下，从还是我们的小王子开始。你现在的碰到的像听说的诈骗，刚除了 Facebook 也算了嘛？对对对。现在我们一般大部分碰到最多的就是投资嘛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做房地产的 agent， 然后所以很多人会以这个这个 topic 来找上我们嘛，就是投资我这样。不是，就是听不下去。就我觉得我长得这么帅，长得这么帅，他那个头像很帅，肯定会有一些女粉。他这也是种诈骗行为，知道吗？他说本人还算还不错，还有女粉丝过来啊，说嗨威廉，我老早听说你啊，在公交站牌看到你广告啊。讲到这个，我昨天还真的说，因为你知道这些诈骗集团，他现在的手法越来越精明。我们一开始收到的是啊，我要买洛杉矶房产，请问你是经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开始演变，他会开始更针对的说，哦，原来洛杉矶有这么多地方啊，我要买尔湾的房子。对对。然后我昨天收到的那个更好笑了，他就说，他就叫了我一个小名啊，当然不是我的小名，这样子，不是我的小名，他就是给了我一个小名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啊，我是 Maria， 啊，去年在夏威夷，然后那个你就这样不理我了吗？所以像你是不认去的吗？还是跟你完全不认识啊？因为他是发那个 line 给我，那因为我们不是朋友，所以他那个上面会有问我要不要加他。对。那我为什么加了他？我没有加他，他就是请求要加，他可以直接跟我聊天嘛。那我看到他的 message， 我瞬间还怀疑了大概0.5秒，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个事情。确定吗？哎，我怀疑了。其实蛮多的，像我们之前碰过，以前像是透过 WeChat 啊、Facebook 啊、Line 啊，基本上无所不。还有小红书，小红书也有，小红书有吗？小红书现在我发现，因为我从我个人经历来说，最早是从简讯开始的，是那个 SMS， 然后就首先他们比较初级版，说你好，请问你是听到吗？后来他们查到我的公司，他们就说后来你是 KW 听到吗？然后这些都很 low 了。后来他们就慢慢的，就是我们会小红书有时候会发帖嘛，然后他们就会说我对这个房子感兴趣，然后他们会问一个话题，我提醒他，然后会说你有更大更贵的房子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个人说不定还是个潜在买家，哎，然后他会加你的私信，然后加你私信私聊，我一般是不会直接加他们私信，我会在私聊一下，然后那个，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就会露出来自己的破绽。但是我像小王子这种经历也遇到过，因为他可能会 randomly， 就是谁知道他可能发出好几百个人，就你没去过夏威夷，他可能去过，所以他就把那些大家可能去过的地方都去给你问，哎，上次我们在哪里见过，是不是？然后或者是你怎么样，或就是就什么。回忆杀这样子的，很多，其实很多他们都是去网络偷别人的照片，是，我就网络偷，对，我记得就很多时候他们是用那个 Facebook 有可能去设置一个假的账户，对，因为前两天有一个那个产权公司人说他那个东西被盗了，所以他弄完之后他就会
发给 Tina， 发给威廉，发给认识的人，叫他们说啊，我现在需要钱，对，需要600块、1000块，有，然后紧急急事，对，我先不方便打电话 ，Shirley， 赶快转给我，对，还是很久以前的版本，但现在更接近，现在还会有这样的，还有哇，其实你看什么 Facebook 那些账户，你首先长得太漂亮的那些都跟像我这种都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因为大部分都不科学，不科学，我讲究科学的时代嘛，然后你继续刷一下它的这个存在年龄，一般都不会超过3年嘛。对，他们的 Facebook 主页一般都没有什么 update， 就是 po 一些好美图，自己而且他们还有很多时候就是说会有很多的这个图像，不管男的女的都是就是俊男靓女的这样是类型，要秀那个，而且他们还会去 target 这个就是房地产经纪人。有一次我看到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关注 Adam， 一个是关注 William， 他们全部关注的都是一个。有一个男的女的，他们都是说在别的州做得很成功，做投资，那有可能他也在教我，就想说啊，他又不抛东西上去，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可能会比较是假的。他们也算是一个破口，一旦一个加上来，就是慢慢的他们旁边的一些党羽都会一起加入，而且他就认为就是说，哎，你看他都是我的朋友，你可能会很容易的去 prove 他，对，像是朋友，对，那你线下访问也是，对，问有没有分享一下，就是目前碰到的一些。近年来，或是听到的一些这种骗人的东西，我最近的话，就是在房地产的话太多了，太多了。And then with technology， 改变了，就是我们 ，there's no way to you know catch up。而且他们越来越聪明，他们真的有在做。Just like what Oliver saying， they'll 他们会把。就是你所有的身边的朋友的话加进去，有感觉就说，哎，他说第三是无害的，所以他会心理暗示的。Yes， 你不加就是你的。It's like tugging on your heart, right? Then you, oh, okay， 我有可能可以相信这个，对对对 ，but it's not。所以就很危险，其实。所以我们现在以前都说我们不要输给自己，现在是不要输给诈骗集团，对，最基本不要输给他们，要认真一点。像前两天，因为我昨天我去奥莱斯去购物的时候，然后突然。就收到一个短信，女孩子就说哇，很是那种很性感的照片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说你要不要去约出来，这样约，这样我也会约。然后我约了，不是我跟你讲，然后因为我赶快我遇到这种信息，遇到这种信息赶快要想删掉，我老婆说你在删什么东西，我说我有人给我发这种信息，我说你看看，然后又怕我老婆去怀疑嘛，我老婆说我也收到这种信息，但是都是男的发的，所以有时候是他们可能对你这个性别，对，包括你的电话号码，他全部都会 filter， 对对，然后 filter 之后会去再群发给你。尤其是我们做这行的，因为我们的很多信息是公开 的，我们的头像，因为我们做这行嘛，你总能 you have to， you cannot be the secret agent， right？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the public， 所以说你长什么样子，你的手机，甚至你公司的地址，他都知道的。对 ，email， 那 email 都是 Tina 杨，哇 ，Channel Hills Top One Agent， yeah， 大家都这样 ，Tina Call， 招风，对对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我从来没有收到诈骗集团，就知道他这个这行应该做不久了。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们有笑话，就是在你这行看你做的好不好，是每天要收多少诈骗短信，你可能一天都收不到，你要检讨你自己。要检讨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没有收到诈骗？不理你，你这个。对呀，我最近就放暑假陪孩子，我最近收诈骗短信少了，我检讨我自己。我赶紧去做 lead generation， 我说最近平均一天收10几条了，对，真的。是以前还是现在？原来啊，就每天收，现在我都每天就2-3条吧。我觉得我这个不行，我要是赶紧。觉得有点失落感。我想到这里，因为在诈骗集团，他有这个时间去开始做每个人的 TA 的这个背景调查。是，其实是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也是收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跟短信，也是挺多的。那他呢？以前也是捞偏门的那种，所以他讲话很对人家的胃口，所以他就会跟他开始聊，那人家也就开始跟他掏心里话。对对对对，他说大哥，最近这个数据真的不好买，啊，所以这些名单不好买，所以他们开始要深挖这些 database 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去让它变得更有效，所以跟我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去知道我一个客户是被去被骗到，因为他买了房子，大概一年之后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这边有没有认识人可以做那种 hard money？ 我急需要把房子的 equity 拿出来。”对，我说：“你跟你老公可以讲，跟你因为产权上有他老公的姐姐，对对对，我你跟你这个姐姐也可以去讲这个事情，都没有问题。其实你做 line credit 很其实很方便，你房子已经涨了很多钱，因为在疫情之前。对”对，他说：“哦，不是，我现在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真的是。”
很急用很急用，十都没有关系，十五都 OK 的。我说我真的没办法帮你，因为我说你要告诉我真的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我说你可能比较不太相信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不会伤害到你。对对 对，跟他有这样讲。然后之后过了大概三个月之后，他说 Oliver， 我现在怎么办？因为我借了外面借了高利贷，对，然后其实被别人骗了，所以是真实，他跟被别人骗了15万。嗯，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，有时候他们会跟你洗脑。对，就网络一个词叫什么？叫 PUA。PUA 啊，就他会跟你就会洗脑。Oh my god， 真的。就是说你来 follow me 来，他们就是他感觉到就认同感。然后如果说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又感觉到就不敢去讲，对，就放在心里不敢去讲。其实这个时候你不管是你要最亲的朋友，比如说你的女朋友男朋友 whatever， 父母一定要讲出来，他们可能会帮你去分析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可是越亲就越不敢讲，因为你所以我就像刚跟你讲，我收到那个短信，我因为我老婆说以为怀疑我怎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他也收到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你不讲的话，你永远就是没有。Honesty is the best。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也是很努力的，他们很努力，因为你看之前一些正面来加我，我就不行就不加，因为不会有这样事情嘛，我刚刚讲过了。然后再下来就是大妈来加我，他说可能比较口味重一点，我说不是这样，不是他有说什么，他有需要跟你去介绍女朋友，对，你有说啊？对，我没有想，我没有深聊嘛，哦，下次可以聊。哦，真的。那后来他就开始大叔过来，可能是那个大妈的先生也来了，他说你要不要加加朋友？说你们全家是要干什么的？很奇怪。对，但是他们这个他们真的很努力的，因为他们做 PUA 是有话术的，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回答就跟我们有人做 script 一样，对，他们有 script， 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样？他们是 organized， 他们是完全一套有一套很完整的。Well trained。所以如果像这种就很厉害的，你下次可以把它丢出来，你说来我们做一个 role play。我是我到 Tina 对啊，我到 Tina 也有，但我还试着去跟他们聊。那 Tina 可能你先讲啊，你是想要去感化他？没有，我一般都是如果他们话术很低的话，这就是你是不是 Tina， 就这个我都不理的。有时候他们话术比较高端，对，他直接上来，他不是说哦我用五 million 我要买三套 Monica， 他不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其中有一个两个 million 我回答他，哎呦，我说你比同事的预算低，我不接，我只接五 million 的，就搞笑嘛，就怼他回去了。对，这样。但是有时候他就会像真的一个买家一样，他真的一个买家一样，他说我看到你发了一个房源，然后我说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，然后他就说的啊，我真的发了一个房源，然后他就说我想要一个更大更贵的，你有没有这个预算？就很像一个 real buyer， 我们都经过。然后说我的妈妈，我有一个妈妈，她年纪比较大，我要让她一楼有一个 bedroom， 小青蛙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一个真的？然后我就跟。但是我觉得我就坚持到原则嘛，就无论如何我都要我按照我那个 LP 妈妈那个去 location price right mortgage， 我要去根据 motivation 要这个去顺他一下 until 顺到，我就说你是现金还是贷款，对，就是对，然后他就是开始了，对 yes until now 他就会说哦，我这些都不 care 的，这个钱都不是问题的，钱不是问题，你可以用 don't worry， 我是比特币，我是数字货币的，数字货币，然后我到时候我就知道是个骗子，但是浪费我点时间。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一些人去加我的微信或加我的 Facebook， 他一上来就告诉我我是比特币公司的，对，我提供这样的服务，你 OK 吗？其实这样的反而可能会更。对，更直接一些，更直接，可能对。我到后来我就经历了这个，是因为他浪费了我确实是一些时间，至少有两天，没有两天，他上厕所，他上厕所的时间，这块很准，我一般都是十分钟，有八分钟是我在骂他。我就经历这件事情后，我就直接会回复那个陌生找到我来的人，就不是 refer 过来，我就说对不起，我不做比特币和虚拟货币的这个生意，我就会直接回答，然后那个人就不理我了，默默的就是就没有然后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骗子。你前两天就今天早上我刚好收到一个信息，因为我一个客人的一个房子是在做 Airbnb， 对，然后做 Airbnb 之后呢，他就通过那个 Airbnb 的一个网站，他说，哎 ，Shirley， 比如说 Shirley 是 host， 他说 Shirley， 你因为我们现在跟我太太，我们要住你的房子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付，我们要通过我们公司付，所以我发了一个照片给你，因为你不可以发给他 ，host 不可以发给他，对，但是我可以发给你，我发给你说，哦，这我联系方式，然后你再联系我，联系我这样子，他说我通过公司付，你可能一通过公司付了之后，其实他的支票可能就是假的。然后或者说他把里边偷东西，然后你没办法去 clean 这个 insurance 的东西。那所以你在钱没有到位之前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让他不是，就是因为他要通过第三方平台去跳出来，就等于说就跟
房地产一样，对，你说啊，你不要通过你公司了，我们能私下交易吗？对，你会这样子呀？哦，对，不会，对，所以现在很多时候他们就是，也就是说，从刚开始学员们讲那个东西一样，就是从开始到永远的时候，就是挑战人的贪的东西 ，greed 的东西。可是你在说老实话，因为我们都是 realtor， 对不对？你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比特币已经在有几个国家里面是可以通行的，像在说杜拜，对不对？那杜拜已经正式成立一个比特币的那个交换的那种机制。所以我心想说，那如果我错失一个客人怎么办？因为他们在讲，对，你有时候会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在骗术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有这样子，你说有可能至少有50%。chance， 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买家，尤其是他们骗术比较高明的话。对，但是首先你自己要首先要学会这个比特币交易的一个过程。因为前两天我们都是去跟 Amy 分享了一个说在那个你的 coach 呢，他们有一个专门比特币的一个 certification 的东西。那你先结业，你要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我真的有认识一个 realtor 的朋友，他就通过比特币买房子买下来。他因为他是可能那个是安全嘛，对，这样子。在美其实已经好多，但是才不多，但是你说很多 escrow 都甚至不知道怎么做，对吧？对，因为那个可能也会，我想可能会成为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，是，因为这个一定是大部分人都你有交易。有这个需求，有供就会有需求，对，这个是一个好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最后很快的讲一下杀猪盘。杀猪盘这个大家听到就牙痒痒，我旁边还真的有这种受害者，有受害者。杀猪盘怎么大家就知道？好像我是。今天我看到了。想太大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啦，这个，但我这个杀猪盘，我们也去做过一些了解嘛。杀猪盘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团体性的这个犯罪啊，而且是很有组织的。怎么讲？他们有这个开发组，就像我刚刚讲到 Facebook 啊，什么不同的 App 来跟你先聊天，然后再有个聊天组，专门是帅哥美女跟你讲，每天早上跟你讲，哎，早上好，今天吃什么早餐？吃过早餐吗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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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晚起的太阳没有早起的早，对，他们有这样子一个 conversation log。对，那除了这之外，接下来谈的比较深的话，他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组啊，他就拉你去做投资啊，他们有人自家的网站啊，自家的数字啊，各方面的东西，然后最后就有这个采购组，采购组这个猪就杀了，就成了。那当然杀猪盘有分说那种小人自己做五六个手机，可能在头跳每天换头跳去，怕被人家查 IP 嘛。哦，还有那种在海外的，就是一个人被骗去，他们这个骗子集团也是被骗的，被那个地方全被落在一起，几百个人，然后就在里面就做这个事情。甚至像在东南亚，像印度这种国家，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on the front， 他们是一个什么 finance 或是一个 insurance 公司，然后几百个人，然后几千个人的一个团队，但是有50个、200个，他们在后面是在专门做这个东西，所以都听过。所以long story short， 这个大家在这个现在行骗的方法千千百百万种啊。那我们目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是永远都知道，就是 if something's too good to be true。It's probably too good to be true， 就是真的就是要小心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分享。那我们下集会讨论更精彩的在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里面的诈骗的一些伎俩，一定要关注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关注哦，拜拜。